今天开开心，你红杆能拍到1500单，我上。现在是1400单是吧？现在1361单，我这边。这里有1400单。能不能拍吗？拍到我就上。能不能摔个睫毛？能不能？我们尽力。反正是给家人们的福利。我们尽力尽力，然后拍就是。我觉得应该行，摔个睫毛，我觉得应该行。你觉得应该行？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是开心的日子，因为想叔叔阿姨们想开心，然后我叔叔阿姨他们两个也想听自己的儿子唱歌，对不对？叔叔阿姨你们两个有没有听过老板唱歌？没听过。对对，那就必须唱一首。对，整一首，整一首。叔叔阿姨给睫毛，来，我们今天就让我们叔叔阿姨他们听听我们老板唱歌。按照我这里看到的啊，1500啊。来，我们开始拍，在下方小黄车19.9八斤的，我们这个果园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然后，怎样？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他们两个这个心愿，听听自己儿子唱歌，对不对？老板他经常在直播间唱给我们听，给我们听，但是没唱过给叔叔阿姨没听过，对不对？来，叔叔阿姨跟姐妹开始拍，在下方小黄车啊。我唱，我等一下唱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唱，你们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，然后我们让老板唱歌。在下方小黄车了，帅哥姐们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。19.98斤啊，19.98斤。然后这个是叔叔阿姨他们两个的心意，就是心意见面礼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19.98斤，我们去外面拍，你们都知道的，啪啪干是很贵，很贵，很甜的。所以呢，去外面买的话都是好几块钱一斤的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所以呢，我们赶紧去拍啊。对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，在下发小黄车，在下发小黄车，我赶紧去拍，给个面子好不好？赏个脸嘛，对呀，赏个脸，给个面子嘛，因为我们都想就是想听老板唱歌，对不对？来，在下发小黄车，好，也拍了好吃，以后再拍是吧？以后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哦。今天这个是叔叔阿姨哥节目给你们的见面礼，对，以后的话有也不是这个价格了，知道吗？帅哥节目，这是我爸我妈的，我妈要求这么做的。对对对，来，在下方小黄车，我们要拍到1500单啊！拍到1500单，来，帅哥节目，还没有拍的开始去拍好不好？还没有拍了，赶紧去拍！我们要拍到1500单，让老板唱一首歌送给我们叔叔阿姨他们两个。老板，你等一下，你如果我们拍到1500单，我让你唱哪一首歌，你就唱哪一首歌好吗？那我要会唱呢，那怎样我不会唱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，帅哥姐妹？来，只差多少单？快了，帅哥姐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在下方小黄车赶紧去拍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啊！一家人都可以拍好几单的啊，因为我们拍回去之后呢，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、儿子女儿，然后亲戚朋友，对不对？隔壁邻居、好朋友都可以拍送的啊！帅哥姐们，在下方小黄车还差多少单来？老板，我这边提示是还差多少单？还差110单，我这边提示110单。我这边提示只有70单了。那不一样，你按我这边来算嘛。你要按我这边来算，是不是？来，还差110单，帅哥姐们，我们加油，加油去拍啊，加油去拍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到了！一点都不刷，对对，这个刷你们就退。对，刷你们就直接退过来就可以了啊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但是这个水分没有爱媛足啊，家人们。啪啪干是你们都有，你们吃过的都知道，啪啪干的话它水分是不足的，一点都不酸，家人们，一点都不酸，好不好？啪啪干的话你们吃过的都知道，它是水分的话它不多的，水分的话它不多的。这个是蓬干。对对，你们可以去看全网能不能这个价格去拍到8斤啪啪干。我能负责任的讲就是全网找不到。对对，所以你们放心的去拍来，阿姨们吃个。所以你们就放心的去拍啊，在下发的小黄车，还差70-80单啊，帅哥姐们。今天晚上我们没拍到这个数，我们就不走了，不让老板唱一首歌给我们叔叔阿姨，我们就不走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不酸不酸，啪啪干是很甜的，帅哥姐们不酸啊。嗯。19.9直接8斤，帅哥姐们，还差80多单，
来，再下发小黄山还差80多单，快到了，就像一问一样，爽个脸吗？还差83单，我这边。嗯，还差83单，帅哥姐们，你们放心的去拍，真的。这个杀猪你们又回来拍。这个啪啪干的话，我跟你们说，帅哥们，我可以一家人可以多拍几单，真的可以多拍几单，因为19.98八斤。因为没事，你是六号回来，山竹你发的。很甜很甜。非常的甜。嗯。我项链我怕丢了，所以我放在家里面啊，帅哥姐们。还差78单。还差78单，帅哥姐们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还差78单啊！很甜的，非常甜。让老板唱了再说，帅哥姐们，我们要让老板唱了再说啊！真好吃的，我没吃过啪啪。啪啪干，然后觉得好吃的，我们扣个一，帅哥姐们。我们吃过啪啪干的，啪啪干好吃的，我们扣个一了，帅哥们。只差68单了，帅哥姐们。老板只差68单了啊！要涨价，要涨哦！必须得唱，我就说没唱我们就不走了。没唱我们就真的不走了，对不对？还差66单，还差66单，帅哥姐们加油拍19.98八斤的。啪啪干，对不对？红干不是啪啪干。哦，对对，红干，铜干，对。嗯。铜干，对，加油。甜甜。铜干。铜干是的。这个是没有打，叔叔没有打，没有任何添加的，家人们拍回家尽量就早点吃，尽量早点吃啊，家人们，放不了几天，家人们。对，铜干，铜干啊。没有打药的，没打药的。嗯。我们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，在下方小说还差多少单？我看一下啊。哇，只差58单了，还差57单。嗯，哇，谢谢谢谢，只差57单了，帅哥姐们。53单，还差53单。老板，你准备好你的歌吧，要唱歌了。还差52单，准备好你歌。你看我，你经常直播间都唱歌给那么多叔叔阿姨听，你都没唱一首给叔叔阿姨他们两个听过。今天这个必须要是阿紫来帮叔叔阿姨他们两个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我想我们今天走不 了明天给家人们发货啊，家人们，明天来再下发小黄车啊，帅哥姐们，19.98八斤可以送，可以拍4-5单回去，然后送给朋友、闺蜜、亲戚朋友、同志、领导都可以送啊，帅哥姐们，自己的父母、公公婆婆都可以送啊。还差多少单？还差50单。嗯，快了快了，对。还差50单了，帅哥姐们，加油，加把劲！哇，我们人气又上来了，来，人气又上来了，加把劲啊，帅哥姐们！哎，我那个吧，你拍了3单是吧？谢谢，这个我真的，帅哥姐们，你们拍多少多一点都可以给朋友啊，或者那些吃，知道吗？对，送领导啊。送你的档次太低调了是吧，太低了是吧，你不会，对不对，帅哥姐妹，不会的，这个我跟你们说，你们送给领导，送给小孩的老师呀，那些非常好的，知道吗？真的拍了4单是吧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，来还差多少单，帅哥姐妹，我再看一下啊，还差47单。快到了啊，老板，来再加把劲，帅哥姐们，我们不要往这个排到1500单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，来4400多人了，我们人又上来了，我们的棚杆，对，我们的棚杆还差45单，我们的老板就要送一首歌给我们叔叔阿姨，来，我们家人们团结起来啊，拍起来，19.98
一单八斤，我们团结起来啊，拍起来，来帅哥姐们，阿子优秀，不优秀帅哥姐们，没有，因为刚刚四三姨都说了没有听过老板唱歌，对不对？那老板都经常在直播间唱歌，我们那么多人听过，对不对？那必须得唱。还差四十单。还差四十单，帅哥姐们，加把劲。你是非要把我整来唱歌，必须得唱歌，对不对？必须得把必须两个字打在公屏上来，帅哥姐们，必须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今天必须让老板唱歌来，我们4000+4500个人了，还没有拍800，还差38单，还没有拍。同甘的我都激动了，我都说不出来这个名字了，还没有拍同甘的赶紧去拍啊，我稳住一点说，帅哥姐们，在下方小玩车19.9块8斤啊，19.9块8斤，阿子不牛，只是让老板唱一首歌而已，必须唱，对，必须唱给叔叔阿姨听，对。还差35单。哇，快到了，叔叔阿姨。还差35单。还差35单，加油，帅哥姐们，拍拍，直接拍，来拍，把拍打在公屏上，帅哥姐们，把拍打在公屏上。家人们。对，必须唱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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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算，不能算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，不能算。来，我们一定要拍到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拍到，要不然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存钱，家人们，什么叫存钱？这个、老板觉得的、啊、对，老板觉得我们拍不到，我相信我们拍得到。我们现在4500人了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之前只差30单了，只差30单了，来，帅哥姐们，加油，再加把劲啊！19.98块8斤的棚干啊，纯粹是我叔叔阿姨他们两个心意见面礼，真的，帅哥姐们，说实话。我不会，我如果我不会为了让老板唱一首歌的话，我也对不对？这个是叔叔阿姨他们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又不是干嘛，又来挣钱呀、啊，干嘛的，对不对？还差30单，帅哥姐们，来，我们加油去拍19.98块8斤，在下方小红车30单，我们老板你点好歌吧，没事，你可以点好歌了，对不对？帅哥姐们，老板可以点好歌了啊！来，在下方小红车19.98块8斤的棚干，帅哥姐们。也拍了是吧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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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了的，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还没有拍的真的可以去拍一集回去啊、哦，试一下帅哥姐们，还差29单啊、哦，越来越近了啊、哦，离越来越近了，帅哥姐们，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啊、哦，老板现在应该越来越有点紧张了吧？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啊、哦，帅哥姐们来加油。好，对，来加油，把加油打在公屏上来，我们一起团结起来拍好吃的，我们这个棚干叔叔阿姨的心意棚干，对不对？见面礼棚干，我们一定要吃到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拍到，帅哥姐们，在下方小黄车，我们拍了叔叔阿姨见面礼心意之后，我们再让老板唱一首歌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在下方小黄车啊，19.9块，我们去外面买水果，19.9块能买到什么，对不对？而且又不怎么新鲜，去外面买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是现摘现发的，帅哥姐们，现摘现发的。然后19.98块，你们想一想，棚干是去外面买都是好几块钱一斤的，我们懂水果的都懂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谢谢，还差多少？我看一下，还差17单啊！快乐快乐，还差17单，这会儿。老板肯定要唱歌了的、啊，对不对？27单，你这数学怎么回事？错了，27单吗？你自己看是不是27单？快了。对对对，27单，帅哥。你看你激动的，尴尬了。快点快点，还差27单，对，来，帅哥姐们加油，你们看着啊，你们看着，还差24单，对，还差多少？还差多少就把多少打在公屏上来，来，你们帮我监督着，帅哥姐们啊。我不好，我算不好，对不对？你们很多人叔叔阿姨在帮我算着的嘛，对不对？怕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们把我算好了，把它打在公屏上啊，还差多少的？来，帅哥姐们，加油啊！还差19单，还差19单，这会儿快到17单了，这会儿快只差17单了，帅哥姐们，来加油！老板要唱一首什么歌呢？我都可以准备想了。帅哥，你们说老板要唱什么歌？但是我们先把它
做到位，对不对？先拍到，嗯、还差二十单是吗？还差十六单是不是？对，还差多少单？你们把它打在公屏上来啊！还差多少单？你们把它打在公屏上来。哇，只差十六单了，帅哥姐们，进了我们要看老板唱歌了，帅哥姐们，来，我们4500个人来拍19.98八斤的棚干啊，又是我们叔叔阿姨他们两个的心意见面礼啊，帅哥姐们，19.98八斤，真的，你们想一想什么概念，对不对？不好吃的话你们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啊，不好吃的话你们退回来就可以了，这纯粹就是心意给叔叔阿姨们的啊！大家拍撒点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还差多少单？还差十五单，是不是帅哥姐们？50年以后是吧？还差14单是吧？对，还差多少单？你们把它打在公屏上，还差13单是吧？来，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啊！来，目标越来越近了，帅哥姐们，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是什么果子？这是棚干啊，帅哥姐们，这是棚干，我们四川这边的啊，棚干啊，还有12单是吧？对，加油！已经准备好唱歌。对，加油，帅哥姐们，来，我们4500个人，加油啊！拍了2单可以一起发货吗？可以的啊，可以的，地址一样的话都一起发货啊，帅哥姐们都可以的啊。哎呀，一人要准备唱歌了，快点给他准备。还差9单。还差9单。你看我是帅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，肯定要让老板唱歌，对不对？来是啊，来那个啊，老板你要准备好了啊。来，是帅哥姐们，还差8单，加油，把加油打在公屏上。开心是吧，开心，对，把开心打在公屏上，帅哥姐们，我们一起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开心，我们在这边开心，你们在那边开心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吃棚干，然后你们也拍了之后，你们就还差6单，还差6单，对，快了，还差5单，还差5单，必须得让我叔叔阿姨听到自己的儿子唱歌，对不对？到了没有？还差3单，加油！完了，还差1单，哦、加油！多送2单给老板了，帅哥姐们，多送2单给老板，好不好？哇，谢谢小爱姐姐发给那个青龙。对，可以了，谢谢小爱姐姐，谢谢，来，老板你唱歌，唱什么歌嘛？唱父亲吧。唱父亲吗？对。我就有些我不会唱。你们觉得可不可以，帅哥姐们？你们觉得可不可以，老板唱一首父亲，可不可以？因为我觉得父母他们很像母亲的歌的话，好像没有，就唱一首父亲，就算是给父母唱的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妈妈的歌有啊，世上只有妈妈。啊。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可以是吧？对，我觉得对。什么迟来的爱呀、啊？这些的话，我觉得以后再唱，对不对？现在不适合唱这个，我觉得现在的话，谢谢送你的比心，谢谢。现在的话适合唱父亲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是一天开开心心的日子，嗯，儿子回来看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员工呀、朋友、姐姐呀，跟着来看叔叔阿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开开心心，嗯，老板你就唱一首父亲，来，我给你点吧，还是你点？我这里点。好，来你唱这里，你坐这里来唱。来，叔叔阿姨，你们两个坐这里。对。嗯。对。听好了，帅哥姐们，我们快4600人了，来上人上人来听我们老板的歌。把链接下了吗？把所有来家人们没有拍的赶紧去拍啊，家人们。对。没有拍的就把链接给家人们下了，好吧？嗯。咱们直播间现在还有这么多人。那老板来唱歌了，必须得上人啊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对，唱父亲。掌声，帅哥姐们，对。在哪里啊？没有出来吗？
没有词。向你索取却不懂，谢谢你，我唱不很好啊。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，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。牵你温暖手掌，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。清风吗？加油！咱们经常唱这首歌。哇，4700元了，三个姐妹。怎么了？怎么笑了？哭了？怎么哭了？一左一老板。哎没事，感动了，我们感动了，谢谢姐夫。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担心。是，老板加油！加油，老板！一九是一个有心有力的人，看看，把自己的唱哭了。换一首别的歌嘛！唱一首别的歌。换一首别的歌嘛！太伤心了。没事。可以，哎呀，闭眼，老板在干，你唱不下去了，因为，哎，这种歌真的挺感动的。没事没事，就开心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把开心打在公屏上啊！哎，太感动了，感动了，哎呀，因为我们老板也就是。就是唱这首歌会感动的，就是代表着他心里面是很爱父母的，知道吗，帅哥姐吗？嗯，对，开心，开心的泪水啊，对对，高兴的泪水。那让阿紫唱一首歌行不行，家人们，让阿紫唱一首歌行不行？行，行不行？我都被你唱感动过了。让阿紫唱一首。那阿紫唱一首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太冷了，老板唱的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都被他唱感动了，知道吗？真的。哎，阿紫唱一首吗？我就不唱了吧。那我就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送给我叔叔阿姨他们两个吧，或者他们两个唱。这首是。Grace 老哥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爱你真帅，我不会，回到你一起，姐姐，要不我们一起？这首歌送给苏阿姨他们两个，相亲相爱一辈子。有我的心，你问我爱你
我看你也会，你一直唱，没事，来，来嘛。身体健康的话，我们就也今天晚上要回乐山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不走吗？你还是不尾猪了？但是我们明天要上班，下次再过来玩啊，再过来玩。对，然后下一个节目，我们要下播了，你们要早点休息。今天也辛苦你们了，一直在看我们，一直在直播间不走，一直待到十二点，对不对？十二点了，还有4800人，辛苦你们了，帅哥姐们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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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见，对，来，拜拜，家人们，拜拜，哎呀，有点，拜拜了，帅哥姐们，我们要挂播了，